会飞，可是我很会先飞。叮叮叮 ，Hello。Yo yo, what up? What up? 去上一次呢 ，Fashion Boy 带我去吃了一个很贵的一个咖啡。今天到我带他去吃好料了。这个咖啡呢就在葫芦兰岸。我上网看的时候，他们都说这家店很不错，环境很优美，然后食物很好吃。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带他去吃，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Let's go。让我们一起穿。要不然我一样穿外套。这叫情侣装。A little salty。怎么要咸不是甜？因为我们很甜啊，需要一点咸。哇、wow、哦！这个甜美素有那种在那个有一间咖啡很出名甜美素的，其实跟它很像，要不要讲？哎，是很像哦。要不要讲？那个 A 字的哦。啊、我要想要讲那个店名出来。这种是最好吃的甜美素。有啊有啊，很美。我觉得真的好看。还这么要散掉嘞？是这么？还有主食的，这是西餐，西餐类也蛮便宜的。你看 ，chicken chop 才23块耶。我们那天的 breakfast 就是3块哦。感觉这个环境很美，就要加一点 chicken chop。那是典型的华人，来这里反而吃 chicken chop。好像你不是华人这样哦。哇，这边还有那个 turbo 的那个。turbo。哇，这里有那个 turbo 的烤吐司哎。哇，这样兴奋是什么？哇、哦，看到 ice cream。其实他推荐我刚刚是要叫这个有 Earl Grey 的，但是我刚才看到这个太漂亮了，我很想吃这个大 chocolate， 那我就叫这个。这里很特别的是，它还有自己的特调哎。你看这个地方才叫真的是很浪漫的约会地方，有灯，然后又凉凉，又有风景，多棒啊！哇，这个有点 out expectation。我看照片的时候，我以为是网红选家这样找一个位置拍了，然后就骗我来。很开心耶，这里真的是还蛮适合约会的。所以如果你们平常就想要来一个比较凉的地方，然后呢环境也比较优美，价钱又没有很贵的话呢，可以来这个葫芦兰岸这家 Little Salty Cafe。是我们全部车啦。Terras 的人都很喜欢来 Lookout Point、啊、但是以前他就只有一座山在这边，比这边再高一点、啊、很美的、嗯、然后经营不善了，东西又很贵，最后就没有了。But 这边呢现在是在 Lookout Point 再低一点的地方，所以我 surprisingly 它的风景也这样美，而且那边一看到就可以看到那个双峰塔，而且还是面着 KL 那一 side。对，还有 KL Tower， 所以、哦、如果你想要以平民的价钱来约会，来穿一手装逼的话，可以来这里看风景啊，就不用去到很贵的地方。他今天叫很多东西啊，他叫甜点 ，main course， 两个水啊、哦，我自己也是有叫。哇、wow ！就是你要挡着我脸。嗯。然后过。我发现越来越像了。我喜欢这样子的天空，你看天空，他看得到云，他这样按他都看得到云了。对。还有 Ravina， 然后没有味道，是不是？有个很酸的 jelly 很好喝，在下面。有吗？有喝到吗？没喝到那个 jelly 吗？没喝到那个 jelly 吗？可以做多一次那个盐吗？可以。可以。是你这样子。要搅干净啊，我觉得，不要搅均匀。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on clouds instead of the concrete. I'm dancing through. Everything's about to come my way. Nothing can ruin my day. No matter what anyone does. 我真的很喜欢吃 smoke duck， 好不好吃就真的看它口感好不好。可是它的呢 spaghetti 是什么酱？嗯，它很奇葩，它是 kimchi 酱。哦，我觉得它特别一点是，它 kimchi 酱哦，它是不是带辣的？是不是？它是加那种，你不会太酸，不会太辣，然后就是。很好的跟这个 spaghetti， 我觉得还有加一点卡布拿拉奶油下去，是吃一起是特别好吃。我就是要讲这个，很滑的感觉，然后奶奶的 feel 是弄到很均匀的。这个狂高峰要吃，其实我觉得它的 chicken chop， 来可以不要叫，不用紧。
因为它全球的味道会叫人家有点自来水味道的，你看。嗯，我明白讲什么。是不是？它就是好像都是水味，它的酱油是味道是吧？可是我觉得它的薯泥 OK， 它薯泥里面好像有那种鸡皮啊，这感觉我觉得蛮好吃的，有层次。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on clouds instead of the concrete. I'm dancing through. Everything's about to come my way. Nothing can ruin my day. No matter what anyone does or say. 我把地图先给你吃。比啊，这个十八块哦。我们来那个摩卡十六块。哈哈哈。好热啊！如果想吃巧克力的话，你会很喜欢这个。因为它的饼是巧克力，很好吃。嗯，它里面的那个巧克力酱也很好吃，不会太甜。啊，我喝是巧克力的，然后 ice cream 也是带巧克力。嗯，它整个配搭起来，其实我觉得还蛮有 sense 的。还有 KitKat 嘞。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And the end。这样的情况就是到我要收拾的时候，我是 DBKL 的。小时候我笑我爸爸，他是 DBKL， 我也继承了 DBKL 的工作，蛮有力嘛。自己讲。我们刚刚吃了那么多，价钱才81块耶！我们叫了那么多才81块耶，上一次就91块嘛。坦白说，我觉得这里还可以值得再回来，因为它真的是有那种小天地的感觉啊，就是很适合情侣来这边拍拖啊、散散心啊、聊聊天啊、看看风景啊。而且它现在这个时间点9:30了，还蛮凉爽的，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下一次你们不妨可以来这里，这里推荐赞，环境好，食物好，然后有人陪你更加好。跟朋友来的话呢，如果你们是没有那种要很大吵，就是聊很大声的东西的话呢，这里也蛮适合的，推荐推荐。所以会不会觉得这一站我的比飞线男介绍的来得好呢？又把我比下去了。来，客人喜欢你的影片，记得分享两次，看看吧，次看你爱上我为止不？嗯，你讲完了。记得 like 我的 page， 记得 like 我的 page，follow Instagram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